兄弟们，今天我们来拼装试玩一套绅宝积木军事坦克，99A 是主战坦克。最特别的一点，它是兵器文创正版授权的，结构是经过中国兵工募资集团官方认证的。不得不说，光看外包装，这整体造型确实挺还原。后面有一些它的简单介绍，并且可以看到它并不只是一个花架子，是一款真的可以行走、炮台可以旋转、可以发射的坦克。总共11代，641块积木，2张贴纸，1本拼装说明。别看它这么厚啊，其实也就84个步骤，以我大师级的水平，那肯定分分钟搞定啊。等一下，原来它这个积木的袋子上面都有编号顺序的。那我这个，不要慌，咱一步一步来。装完链条，我们就拼完了坦克的底盘部分。这两个圆筒应该是坦克的副油箱吧。坦克总体部分终于是快拼完了，现在就只差一些武器部分和通讯设备。搞定。坦克整体是迷彩色，可以正常行走。找了一张照片对比一下，不管是外形还是细节上都是非常像的。炮台模拟还原真实坦克炮台，可以360度旋转，炮筒可以上下摆动，霸气车头，活动式车头盖，灵活开合，更还原作战场景。除了一口主炮外，还有其他的武器和各种通讯作战设备，满满的黑科技。附送了3颗圆头炮弹，直接从炮口填入，将这个拉栓给它卡住。猜猜这是什么功能用的？在拼装过程中，我发现这套绅宝积木颗粒适中，且颗粒精度高，拼搭衔接紧密，不会过紧或者过松，就算拼错也很好拆，小朋友也可以轻松拼搭。除了这款，还有其他的款式，六一就要到了，感兴趣的可以奖励自己一套哦。